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在非洲大草原上，动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，因为如果一个不小心，就会成为别人口中的食物。所以在生死攸关的时刻，千万不能马虎。这天，一只豹子出来觅食，只见它神色严肃地注视着不远处的草地。镜头拉近，才发现原来草地上有一只神情专注的狞猫。只见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，这个姿势显然是在准备捕食别的小动物。不过也有可能是在发呆。此时的狞猫丝毫没有发现身后的花豹。正当狞猫准备起身发起进攻时，身后的花豹突然先发制敌，一瞬间尘土飞扬，狞猫就这样毫无防备地成为了花豹的口中餐。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狞猫捕食，花却在后呀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